今日，欧阳娜娜受邀出席米兰时装周看秀，现场她身着红色字母刺绣毛衣，搭配白色抽绳半身裙，造型甜酷活泼且层次丰富。别致的剪裁使服装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，更与全能少女的多面魅力满分契合。欧阳娜娜在众多展品中穿梭，解锁了时装周看秀新姿势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将少女的生机勃勃与品牌的独特韵律完美融合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